民国81年的时候，爸爸死掉，你看都在这个大县，都在这个大县，因为大县的父母宫会四煞加会空劫，尤其空劫啊，很讨厌空劫哈、哦，论死亡是蛮重要的。然后父母亲死去世，同志们有没有看到走天梁？天梁是什么星？天梁是印星。很能够得到长辈的庇荫，当然走天同化禄、哦、是更好、哦、绝对得到长辈之财。但是同学不要忘了，这个大限暗合有寅亥彼此构成暗合，暗合有暗禄，结果父母亲去世之后、哦、他也、哦、得到一些暗禄、哦、大限有暗禄、哦、你知道吗？所以说这个大限啊，父母亲去世之后，他也财产分一分，他也得到一些安慰啊，就会。好，同学们现在很快再拿下一张，我们来看一下第六大限。第六大限，好，时间应该可以配合得好，因为这个920年。就是2020年会发生蛮多事的。好，所以说同学们有没有感觉得到？学习到现在，你会发觉说命理我们不行要求100%，但是命理哈一定会有这一个相。你一定会有这一个相，好，好，大限的命宫走到这边，大限命宫走己哦，己入哪里？己入在土，哦，己入在入前寝。这边是大限的迁移宫，我特别写一下，有引动，然后入后陀螺，大限的陀螺，己的四化己虎，贪婪化权，这个是大限的夫妻宫，己虎贪粮取。文曲化忌，好，同学们看一下这个大限，第六大限走天象化忌，再加上鸾喜对照，又再加上天姚嘞，而且夫妻宫又有四化进去，夫妻宫又有化权。同学们，你感觉说这种大限算不算桃花？当然桃花。那很多人说50几岁怎么还有桃花？同学们未免太低估现代人。现在50几岁啊、哦，交男朋友、交女朋友是不是很正常？你怎么可以讲说那个用你自己的想法去看？就是说这个大限哦，它走的桃花蛮重的哦。同学知道为什么讲这种桃花蛮重的？我以前有讲，天象星会红鸾，天梁，你看它天象星或鸾起对照加天姚，我有讲天象星加仓曲，天象星属水，天象星跟天同星有点类似，属水的星座都比较感性。天象星加仓曲，天象星加红鸾，天象星加天姚，绝对稳跳墙啊，你知道吗？所以说这种大限，它走天象加鸾喜对照加红鸾，哦，怎么可能哦？没有异性缘呢？然后再加上夫妻宫又有化权。夫妻宫贪狼的化权叫做野味，我硬要嘞，
话题组双美，我硬要交男朋友，好，硬要结枪，而且贪婪的话题是强势的要结交男朋友，然后这个大限自己走桃花爱美，然后再看他的负极限，那负极限哈，你不要只看到极右宫禄存，你也要看父母宫这边有化科，对不对？父母早就去世了，对不对？你一定要讲负极限，结果这个自己走桃花走爱美，然后再看参看负极限，天同又化科，天娘又化科，绝对会去美容的。然后同学们再看一下，会去美容这是第一点。第二个，有没有看到他这个这个大限他的负极限有这样子之外然后这个大限他的紫微有文曲化忌紫微是不是代表下阴部这个大限他的妇女病绝对没有办法避免的到了这种年龄上然后呢所以说这个大限除了妇女病之外，这个大限糖尿病也要注意。然后这个大限等一下会讲，民国92年的时候，他居然怎么样花了10万块去做什么静脉曲张，所以说你看他负极限化科他就会去做美容的工作，跑去做美容，就给人家美容了。那这个大限的命宫这个大限的本命的命宫天机加禄存，大限的田宅宫太阳化禄还加左辅嘞，禄库还不错了这个大限他又再度自产了，禄库不错，可是他这个大限命宫走天象化忌，他绝对不行帮人家背书保证，天象的化忌绝对不行帮人家背书保证。这个大限的官禄宫有大限的陀螺，新进去的陀螺去引动了他这种年龄是53到62，公家机构60岁就可以退休，所以说你就这样可以研判这个大限的官禄宫，大限的陀螺，新进去的陀螺进去了，所以说他这个人在民国92年，等一下会上到民国92年癸未年下半年，他就已经怎么样申请退休了，你知道吗？下半年那时候小限再交次年。因为他上半年出生，等一下再讲。大限的命迁线，大限命迁线有煞忌交食，大限本来煞忌交食已经不好，迁移宫又有什么阳火叠运，你不要忘了那个请阳是新进去引动的请阳是新进去引动的所以说这个大限出外的安危要注意所以说这个大限同学们有没有感觉得到这个大限的迁移宫阳驼叠病这个大限迁移宫阳驼叠病我们就知道这个大限迁移宫非常不好，然后本命的迁移宫呢，本命迁移宫文曲化忌又去引动，构成大限迁移，本命迁移怎么样？内外吉凶。一旦构成内外吉凶，这个大限出外的安危没有出事才怪。然后又跟这个请阳又跟本命的什么线负极线重叠。这种负极限重叠绝对这种迁移宫绝对有血光的，
那有血光和铜铁都看得出来，哦，请阳，阳铜铁病跟红鸾在一起，跟副极限重叠，对不对？怎么会没有血光？一定有血光。所以说这个大限，等一下民国92年的时候，他去逛百货公司，结果那百货公司的那个透明玻璃门啊，他没有注意到，这样子咣当一声，哦，这个头哈，啊，撞到那个透明玻璃门啊，当场血流如注，然后赶快 Chris 呕音呕音啊，来再紧急送到医院去。哦，结论是什么？结论是门不要擦得太干净，玻璃门啊，哦，真的擦到哦，你完全看不出来说那是有一道门呐，啊。所以说这个大限迁移宫还有本命迁移宫构成内外皆凶哈，哦，这个不可能不会发生意外，然后又跟副极限重叠，那个还而且还会流血。然后这个大限的吉右宫入存单手，哦，我会保养我的身体，但是构成阳火夹，哦，那对宫有化科，哦，后来他92年除了那年的血光蛮大的，第一个哦，撞到玻璃门是，哦，血流如注，还第二个那一年民国92年啊，哦，那一年。他也跑去，哦，做静脉曲张的手术，哦，也花掉10万块。你看那年的血光，等一下我们就可以看得到民国92年会发生什么事。好，那你用这一张也可以，要再写一张也可以。我们现在就来看民国92年，哦，好，同志们来看一下民国92年。会发生什么事？好，民国92年叫做癸未年，也叫39年是等于说53再加一等于多少？54。好，54小限引动本命的仆役宫没有错，可是这也是大限的夫妻宫呢。我那年走贪狼化权，这个桃花化权，我是不是硬要也被？好，54小限的命宫走那边，啊，走到大限的夫妻宫，走到大限的化权位，那年一定有桃花的。然后走丁，啊，丁路在哪里？丁路在小路，然后路前请阳，小阳，哎呦。那小限擎羊又进入大限的迁移宫，小限的哦，丁的色化，丁、阴、铜、丁、阴、铜、鸡、巨、巨门化忌，还有当年本命的迁移宫也化双忌了。然后再过来太岁，好，太岁怎么看？癸未啊，好，癸未，那我们就知道五十四的太岁，它是刚刚好，我这边是癸未，我们要另外再写癸未，太岁的空干一定要改，小限不改，癸禄在哪里？癸禄在此。所以说这边是流入，然后入前请阳，哎呦，流阳是最凶的，流驼。好，魁的四化，魁破破就化禄，魁破巨，巨门化禄。阴太阴化科，贪狼化忌。好，那我们再来看斗君，斗君怎么看？因为是我本命的财帛宫，对不对？
故流年斗君永远在太岁的财帛宫，太岁在里边，命凶夫子财，所以五十四斗君就在里边。所以同学们，你看老师都写的很详细，而且写详细，啊，斗数怎么学不会？哦，那你假使万一哈，这个不会的话，哦，那你们那个老师那个出版的 DVD 你就可以买来看啊，对不对？不可能学不会的啦，除非没有什么兴趣，否则老师这样在教，我觉得再这样在教，不可能学不会的。来，我们一个一个来看，流年着重于被引动，首先看。五十四小限引动本命哦，我大部分都是讲本命的什么限，都讲本命啊，到时候再叠大限，叫做引动凶福限，这是小限去引动它，实际上引动福义宫，把福义宫打圈。好，同学们再过来太岁。第二大天王是太岁，太岁引动什么宫呢？引动父母宫，我们叫做父极限。很多你们的学长哦，他说引动父母宫就引动父母宫，为什么要讲父极限？那这个人上了大限，他父母就死掉，你家是一直在坚持引动父母宫，就父母宫的事情，是不是很好笑？对不对？那请问一下，你父母去世之后，哦，你那个是，你是不是要承担父母的责任啊？对不对？那一个人四五十岁，父母死掉了，你的身体是不是你的身体是不是也出差错？然后潜阳会冲，哦，化忌会欠，对宫的影响力很大。所以说你引动父极限，哦，你一定要讲父极限。哦，再过来，哦，斗君。斗君引动子女宫，叫做子田线。哦，子田线的意外是发生在室内，它是在哦那个百货公司的撞到玻璃门内，它不是发生车祸嘞。哦，好，再过来，流年宫干，我觉得同学们哦，你们差在哪里，你知道吗？恰在就是论命的经验，命盘看太少，我觉得你们不是听不懂论命的经验。流年宫干是魁，然后找上面没有更改过的魁，哎呀，又是父母宫，又是父极限，父母去世，哦，这个就由你来承，那个身体，哦，就由你来承担了。流年岁首，看几个宫干只有一个，对不对？流年岁首，流年岁首，老师都写了，起五虎遁，戊癸之年起甲寅。为什么用这一组？因为民国九十二年叫做癸未年，我们那个癸就是用这一组，要起甲寅啊。甲寅就是岁首，什么叫岁首？就是当年太岁的一月。所以说，同学们看一下，这边是太岁一月，哦，叫做戊癸之年，其戊癸之年其甲寅。那你们不知道的话，那后面有换年历，那年就叫太岁的一月，就叫做甲寅月。绝对不是戊寅啊，太岁一定每年在更改，哦，然后寅月是一月哦，不是子月是一月哦，那我们就借用这个甲，借用这个甲，看上面没有更改过的甲在哪里，没有更改过的甲是福德宫，所以说是什么线？财福。线，那实际上是什么宫？福德宫把它打圈。好，第六个，哦，双阳的宫位，甲只有一个。双阳宫位，哎呦，
这边牛羊，这边是。